友小鹿姐姐。上九天揽月，遨游太空，是我们中国人数千年的梦想。从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到2020年嫦娥五号落月采土，中国的航天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同时呢，也培养出一批优秀的航天员。都说航天员是亿万里挑一，他们的训练异常艰苦。那么，一位优秀的航天员是如何练成的？他们的训练又包括哪些内容呢？相信看完今天的节目，你一定会找到答案。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金豆哥哥，欢迎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快乐大巴号，边看节目边参与我们的直播活动，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玩云端游戏，参与我们的幸运抽奖，还可以给我们留言互动。希望大家能够把你天马行空的想法留在我们的评论区。首先呢，为各位来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两位嘉宾，资深媒体人周奎博士，欢迎您。谢谢，大家好，我是周奎。向往蓝天是每一个孩子的梦想，自古至今大概只有几百个人曾经能够摆脱地心引力，穿脱出这个大气层去走向太空，而今天其中有一位做到这件事情的人就要来到我们的现场，所以非常非常的激动，也非常非常的期待啊。那接下来呢，为各位介绍的是少儿频道节目主持人霍小雷、毛毛虫。嗨，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毛毛虫哥哥霍小雷啊。我就是那个还没有摆脱大气层，但是从小就心怀一颗蓝天梦的你们的好朋友。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现场，我们请到的这位特邀嘉宾会给我们揭秘作为航天员他们平时的生活和训练是怎么样的情形，大家期不期待呢？掌声欢迎我们的特邀嘉宾出场。有请航天员刘洋。大家好，我是航天员刘洋。2012年6月，我与航天员景海鹏、刘旺驾乘神舟九号，完成我国首次手控交会对接，首次进入天宫一号，而我也有幸成为我国首位进入太空的女航天员。但飞天没有坦途，从天空飞向太空，从优秀的飞行员成为一名合格的航天员，等待我们的是一场炼狱般的脱胎换骨。我们不仅要重新走进课堂学习基础理论，还要进行包括体质、心理、航天专业技术等八大类上百个科目的艰苦训练。每个科目挑战的都是生理和心理的极限，而女航天员的付出也往往会更多。记得第一次参加转椅训练，刚刚做到5分钟，突如其来的眩晕恶心瞬间让我脸色苍白，满头大汗，下来后整整一天都吃不下饭。当时教员担忧地对我说，你离优秀还有差距啊，这对渴望实现梦想的我无疑就像是当头一棒。梦想从来都不会轻轻松松地实现，是就此退缩让梦想化为泡影，还是迎难而上迈过这道坎？我下定决心拼了，我把休息的时间压缩再压缩，把训练的时间延长再延长，8分钟、10分钟、12分钟，不断挑战更高难度，最终达到了15分钟的优秀标准。我喜欢孩子，也热爱生活。康德说，世界上只有两件东西能够深深地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星空。
我记得从飞船上看浩渺的太空，那份震撼和感动无法用语言表达。那一刻，我知道自己所有的付出和汗水都是值得的。人生只要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就不会有遗憾。我真的希望未来能够看到更多更优秀的小朋友们成为航天员，让我们一起飞向太空，共筑航天梦。欢迎刘洋，谢谢。欢迎我国首位进入太空的女航天员。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之所以能够书写一个又一个的飞天奇迹，那是一代又一代航天人他们孜孜以求的结果，同样呢也是我们的航天员舍身奋斗，自己呢最美好的青春和热血奉献给我国航天事业的结果，所以再一次向我们的航天员致敬。谢谢大家。有请嘉宾席就座。来自北京的赵以迪小朋友是个能歌善舞、美丽大方的小姑娘，此方来到快乐大巴是想带领全国的小朋友来体验航天员的一天，一起期待吧。欢迎欢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快乐大巴，欢迎欢迎。谢谢。大声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很荣幸来到快乐大巴做客，我的名字叫赵一迪，我的小名叫迪迪，我今年五岁了，我特别喜欢吃巧克力、棒棒糖，还喜欢喝纯牛奶，我特别擅长弹琴，我弹的还很好听，有时间给你们弹哟。哦，哎呦，史上最长自我介绍。今天我觉得你特别特别的幸运，你能够跟刘洋阿姨同台，见到刘洋阿姨心情怎么样？开心。我还有好多问题想问刘洋阿姨啊。一定满足你的愿望好不好？迪迪呢心灵手巧，然后喜欢唱喜欢跳，还喜欢做美食，对吗？今天要为我们展示一道什么美食呢？三明治。三明治，好，来，我们为你上道具。好。那迪迪呢说特别好奇航天员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对不对？啊，那你这样，你先给我们讲一讲你们家的一天是怎么过的。早上起来我们会吃一个美妙的早餐，爸爸会放一些古典音乐，莫扎特，巴赫，我们吃完早餐我会跟弟弟玩一会儿，玩完了我会跟爸爸做手工，做完手工我会跟爸爸认识一些植物，到晚上的时候我妈妈会陪我练琴，然后呢爸爸会给我讲睡前故事，我喜欢看航天的那种故事，爸爸会跟我一起看一些航天的短视频，对，还有照片。我在短视频里看到刘洋阿姨，我总一天也想飞到天上去。原来还有这样的梦想。那说到呢这个早餐呢，你是不是也特别想了解航天员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他们吃些什么，对不对？对。那这样你呢先给我们带来你经常做的和爱吃的早餐，然后我们请刘洋阿姨讲一下航天员他们吃些什么，好不好？好。好，那我们开始吧。你开始吧。来，我们现在就开始做三明治了。我们准备的材料有面包片、酱豆腐、西红柿、还有鸡蛋片，还有芝士片，还有青菜，还有榴莲。你们家的三明治重口味啊，不过我喜欢。好，那我们开始吧。第一步呢，拿面包，放上一点鸡蛋。你切西红柿好不好？你再来装别的。我觉得助手更忙一点。还应该装什么？芝士片是吧？先装这个吧。好，
西红柿片已经帮你准备好了。好的，撕成这样。哎、哦，还要撕成小条是吧？啊、哦，好，芝士片差不多可以了。嗯嗯，拿一片西红柿哦。哇哦，啊，放一点这个青菜，放一点青菜。啊、青菜，好，要不要放榴莲？嗯、放一点吧。啊。算了啊，放一点啊、哦，放一点啊，放一点！哎呀，太有创意了！我还没吃过这个榴莲哇！哇哦！对于喜欢榴莲的来说，这绝对是迪迪，你喜欢榴莲吗？啊、嗯，我想放一下，好，喜欢尝试面包呀，嗯，好，好，这样就可以了吗？再切成四块，好，再切成四块，来帮你切啊，嗯，好，来，看看，看看，我们看一下。哇，从侧面来看，哇，真的好诱人呢、啊！哇，好的，嗯，好的。现在我们这个做好了，请毛毛虫哥哥、嗯，周奎老师和小鹿姐姐来，品尝一下。啊，好的，谢谢，谢谢。好。这个我快着呢，我跟你说，没事你就站在这儿就行了。你准备把哪块给我尝尝？这香味现在就飘出来了。能接受榴莲吗？可以可以，可以、啊。我能直接吃榴莲吗？我当然可以。榴莲，我要一片榴莲。哎呀，看来都是榴莲的爱好者。来，哎，嗯，如果再来一碗刘洋阿姨家里的胡辣汤就更好了。怎么样？觉得榴莲味的三明治，我们迪迪亲手做的好吃不好吃？太好吃了，嗯，我还想再吃，嗯，他还想再吃怎么办？你回家没有材料吗？你不会自己做吗？你真的没有材料啊？你的女儿 Coco 不会给你做吗？周老师感觉怎么样？特别好，我女儿现在三岁，嗯，我希望要培养她做三明治的能力，是吧？我觉得你的带货能力特别好，跟迪迪学一学。而且这个创造了榴莲味的三明治，没错没错，好，谢谢，谢谢。榴莲阿姨，我们吃完了，你能告诉我们在太空中你们是怎么吃饭的呢？都吃些什么呢？非常高兴回答迪迪的问题。我刚才看到你们做的三明治真的是很美味。其实我们在太空中吃的东西叫做航天食品，迪迪可以回头看一下。现在屏幕上展示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带到太空中的酱料。因为我们会根据个人口味的不同，带一些什么香辣酱啊、甜辣酱啊，还有番茄酱进去，去调整这个食品的味道。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在太空中喝水用的饮水袋，因为太空是微重力的环境，我们没办法像地面一样用杯子喝水，一定要有一个密封的容器。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太空中吃的航天食品中的一种，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名字叫奶香鸡米。哦，奶香鸡米是不是听着就好吃？我们航天食品从最早的60多种，一直发展到80多种，到现在的100多种。根据我们飞行时长呀，还有这种能量的需求，我们的种类也在不断的增多。这个奶香鸡米呢，是我们众多航天食品中的一种。我们还有黑椒牛柳啊、宫爆鸡丁啊等等等等这些食品。这么丰富啊！有没有锅包肉？有没有串串香？是吧？我的口水流出来。上面展示的除了有一些我们需要加热的食品，比如说蔬菜啊，还有我们的主食啊，甚至还有我们的一些糕点之外呢，还有一些即食食品，就比如说迪迪爱吃的巧克力啊，我们还有一些压缩饼干，还有什么水晶莲藕啊等等等等，可以撕开包装就吃的，我们叫做即食食品，也就是航天员的太空零食。它是放在一种包装袋里面的，我们把包装袋口撕开，也会给我们配备勺子和叉子，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工具进行吃这些航天食品。另外就是刚才看到我们饮水啊，还有太空饮料，还有我们现在可以在太空也喝到一些汤汤水水的东西的话，我们都是用吸管，大小不一粗粗细细的吸管来进行吸食的。那么那个地方谁给你们分那些工具呢？
这些工具呢，都是在我们飞行的时候，随着我们的载人飞船一起到太空中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餐包，我们每个人的工具都放在固定的位置，自己的餐包里，每次自己去取用就可以了。所以完全呢跟地球上的生活是不一样。你想失重条件下一切呢都要考虑到这个因素。它真的有十万个为什么，是吧？那这些问题可能其他小朋友也都特别的感兴趣。好，那在今天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说今天会满足迪迪的一个愿望，对不对？因为你一来就说特别特别想采访刘洋阿姨。那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时间交给你，你有什么问题呢你就尽管问，只有五次机会哦。来，开始吧。刘洋阿姨，在太空中是什么颜色的呢？你在太空中能看到月亮吗？在太空中看太空，或者是在太空中看地球，是非常美丽和震撼的。其实阿姨在太空中看到的宇宙，或者说看到的地球呢，我们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在阳照区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白天，我们看到的地球是湛蓝色的星球，看到的宇宙呢，就像我们从地球看宇宙是一样的，只是这种感觉不同，它更加的震撼，更加的具有冲击力。而且你看到的地球真的就像一个有生命的球体，就像一个真的像我们的母亲一样，静静地在宇宙中焕发着梦幻般的光芒。但是在阴影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宇宙呢，就是一片黑色的丝绒布一样，就像我们的演播室一样，上面有亮亮的星星。但是我们在宇宙中看到的星星，它不像我们平常儿歌似的一闪一闪亮晶晶，它是不会闪烁的，真的就像我们看到的这块幕布一样。太好了。航天员每天在飞船中飞来飞去，你觉得好玩吗？航天员每天在飞船中飞来飞去，我觉得是特别有趣的一种体验。你有一种自由飞翔的感觉，真的就像鸟儿翱翔，鱼儿自由自在的在游来游去一样，这种体会呢非常的奇妙。也希望迪迪有一天呢能够自己到太空中去亲身感受一下，加油好不好？好吗？想上厕所怎么办？这个问题真的是小朋友们都挺关心，也非常有趣。其实我们在太空中跟在地面一样的，需要吃饭，需要睡觉，需要上厕所。我们在太空中呢，专门研制了一种太空厕所。所以说，但是它和地面呢又不尽相同，所以在我们地面看来非常平常的吃喝拉撒睡，其实在太空都是一项技术活，需要在地面进行训练以后到太空才能比较熟练的掌握。那太空如果着火了，你用什么灭火呢？在太空中呢，失火是一件非常危险也非常紧急的事情，需要我们立即去发现并且去把火苗给扑灭。我们也有多种的手段，其实我们在太空中也有一些灭火器啊，去发现我去把这个火苗把它扑灭在萌芽状态，还有其他的一些手段可以防止这个火势的扩大。那刘洋阿姨能成为航天员要接受什么训练呢？航天员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职业，弟弟。要想成为一名航天员呢，他需要具备身体、心理、专业理论知识、操作技能这些几个方面的训练，所以航天员平常的工作生活也是围绕这些方面去进行的。首先就是体能，航天员要有好的身体去承受起飞着陆这种负荷和在太空中这种严酷的环境考验，所以身体素质非常重要。我们平常呢也会有规律的进行体育锻炼，比如说跑步啊、器械呀、游泳啊，但这仅仅只是一个基础，因为太空环境和地面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有一些特殊的训练，就像转椅呀、离心机呀、
低压缺氧呀，这些都是异于常人的训练，专门为了太空飞行所设置的。另外呢，我们去太空去探索要掌握非常非常多的专业的知识，这是在航天员的职业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航天员到太空去做什么呢？当然是利用太空这种特殊的环境进行大量的实验，而且每次任务我们带上去科学实验都是不一样的，所以针对这次任务实验的不同，航天员要进行专门的实验操作的这种学习和训练。还有我们飞船的驾驶，这也是航天员必须掌握的知识。所以我们要从小就要扎扎实实学好本领，做好准备，对不对？谢谢刘洋阿姨，谢谢。非常欢迎迪迪有一天能够到北京航天城去感受一下、体验一下航天员的工作、训练、学习和生活。也希望迪迪将来长大也能成为一名航天员，和我们一起飞上太空。哇，太棒了！谢谢刘洋阿姨，也希望呢你能够早日实现自己的梦想。最重要的是永远保持自己对未知世界的那个好奇心和探索心，好不好？好，加油加油！本栏目由高钙美味、助力成长的妙可蓝多奶酪棒独家冠名播出。好，下面呢我们要进行游戏了。这个游戏呢就是我来比划你来猜，猜的这些词条呢都和我们的航天有关。好，那我们就邀请毛毛虫哥哥和周老师成为一组，我们两两对抗，好吗？来，有请。我们哪一组先来呢？毛毛虫先来吧。谁来比划谁来猜？我来比划行吗？你相信我的智商吗？好，没问题，没问题。好，行，好，我们每一组呢都有好几个词条，我们限时三分钟，看看呢哪一组在三分钟之内呢能够猜对的里面的词条多，哪组获胜，好吗？好，准备好了吗？好，好，先看一下第一个啊，我们也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一眼。不能说出其中的字啊，说出来就犯规。好的，开始。好，是我们要去太空，然后是这样上去，然后再捡回来的四个字，这样上去，宇宙飞船，差不多。再想想，前两个字，上去再回来，可以返回的。你要觉得难就可以说过。航天飞机。好，回答正确一个。三个字，就是，在地球表面包裹着的薄薄的那一个，那个薄薄的那个大气层。大气层。对了，回答正确。OK， 三个字，三个字。去到空中，然后不想立刻回来，在那儿住一阵子，那个地方叫什么？空间站。回答正确。哇，太棒了。OK， 两个字，在大气层上方，我们这么转啊转，是围绕着一个什么固定的轨道？四个。OK， 这个好。两个字，月亮上有一种动物。你比划一下。这样。玉兔。好。OK， 三个字，我们不能穿着像咱们今天一样，我们得穿着什么样的？太空服。啊，对了，每一个都对啊。哇，描述的太好了，描述的真的好。这个两个字是太阳系的一个成员，然后呢，我们刚刚有一个计划要去那儿。金星、水星，我们要去哪儿？土星、金星。木星，再水星，再猜，可以说过。月球，再猜。几大行星都被你说全了。就那几个，我们要去哪？木、水、火、土，土星、金星、木星、水星、土星、火星、火星。差点，没有说火星，对，就没说火星。在六个词条当中呢，这个火星最后不算，然后呢，这个空间站说了一个空，也不能算，所以呢是四个，成绩非常好。可以，但是周老师描述的真的很厉害。哎，这个可能迪迪有点小年纪，对不对？对。那我来比划，然后呢你们一起来猜，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猜，加油！三分钟计时，开始。来，第一个。两个字，五颜六色的，我们可以瞪着它。气球。哎，好的。来，第二个。刘洋阿姨是我们国家第一位登上太空的什么？三个字。航天员。好，对了，两个。这个是我们国家在1970年发射的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名字？当当当！弟弟估计三个字，还真不知道啊。那今天哥哥说，东方红。对了，嗯，哎，东方红是一颗人造地球什么？我刚才说过的，卫星。卫星，对了。两个字，第一个字，我们头顶上有蔚蓝的天空。第一个字，天。对，天。第二个字，很大很大，能住人的巨大的那个房子。嗯，北京有故傲天宫。对，傲天宫。傲天宫。天宫。这个两个字，第一个字跟刚才的一样。天。天。天眼。对。啊，天眼。哇，我们猜对了两个。哎呀，轻松击败。是不是4-6要多一点？我们赢了。啊，谁赢了呢？谁赢了？啊，我。我们赢了。当然是我们赢了。谢谢毛毛虫哥哥，谢谢周老师，谢谢。谢谢。嗯，谢谢。参与游戏呢，我觉得不仅小朋友呢对于其中的一些概念和名词呢就是容易混淆，其实我们呢对于这个比如说飞船呐、空间站呀这些也是有一些概念不是特别清晰。那刘洋能不能给我们就其中的几个词条解释一下？比如说我们说到天宫，这是什么呢？其实刚才小鹿姐姐解释的真的非常准确。一说到天宫，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国家的空间实验室，也就是我们神九、神十和神十一的时候在太空对接的空间实验室，叫天宫一号和天宫二号。啊，那像神舟，我们经常说神几神几，这是我们的飞船的名字，是不是？对，神舟系列呢，就是我们国家载人飞船的名字，从第一艘起名叫神舟一号，然后按发射的这种次序依次往后推。嗯。我们第一位登上太空的航天员是杨利伟，乘坐的是神舟五号，然后您乘坐的是神舟九号，对吧？嗯，中间为什么没有神舟八号呢？有啊，神舟八号因为没有人、没有航天员在上面，所以它执行的是我们国家首次无人交会对接。哦，就是非载人的是吧？对，嗯，其实。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载人飞船就是我们国家的神舟飞船系列。航天员，那我们小朋友都特别的熟悉了，就是要这个执行特殊任务。对，我们国家现在载人飞船标准的是三人乘坐，所以是以后大家看到空间站，每次我们天地往返会有三名航天员在太空去执行任务。哦，三人乘组。对，嗯。那空间站，空间站呢，就是在开始的时候小鹿姐姐说的，就是可以让航天员长时间停留在太空中，开展一系列科学实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实验室的组合体。我们国家呢，在2022年左右将要建成属于我们国家自己的载人空间站，那也就是我们中国航天员在太空中的家。啊。我明白了，我们的空间站呢是没有返回的这样的能力的，它就是停留在那个地方。我们的航天员呢也一直盼望着2022年我们的这个空间的家早日建成，把它亲切地称作我们的空间大别墅，是吧？是。那我知道刘洋呢，也一直呢为着这个梦想和目标呢，一直在坚持的训练，坚持着从事这个科研工作。也希望呢你能够再一次登上太空。谢谢。现在我们所有的航天员都是在为空间站任务在做着积极的准备和努力。那还有一个小朋友们特别感兴趣，他们觉得特别酷、特别好看的这个太空服。太空服呢，其实应该是我们所有航天服的总称。我们航天服分为很多种，比如说大家看到航天员出征的叫做舱内压力服，就是白色的。我们在舱内工作的时候会换成工作服，以后长时间的驻留呢，还有运动服、休闲服和节日服。舱外服就是航天员进行太空行走的时候穿的舱外航天服。我们穿舱外工作服的时候，在舱外行走和工作需要6-8个小时。阻挡辐射、微流星都可以呢，这个防护到。对。
迪迪，你有什么问题？我是说，刘洋阿姨现在穿的衣服是什么衣服呀？很好看，对不对？阿姨现在穿的这个衣服呢，是叫训练服，是地面参加训练的时候穿的一身衣服。也可以说是参加一些比较正式的活动。这套衣服是比较具有航天员特色的一件，专门为航天员制作的工作服。我看您的那个臂章上还写着"首次载人交会对接任务"，这个是您当时完成的任务吗？对对，所以那你们不同的航天员是不是对应的服装也不太一样？我们不同的任务有不同的任务徽，所以说我们每一个执行任务的航天员会把自己执行任务的任务徽带在自己的身上。而且我觉得最醒目的就是这个胸前的国旗。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今天呢，特别感谢刘洋能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予广大青少年呢这么多关于航天方面的科普，同时呢给了孩子这么多鼓励。相信呢收看我们节目的同学们小朋友们当中呢，一定有许许多多都像迪迪一样有着航天梦，对浩瀚的宇宙呢有着无限的好奇。那今天听了刘洋阿姨的讲述之后呢，相信一颗又一颗热爱科学追求梦想的种子就在你们的心中落地生根了。那这一颗一颗的种子呢，将来一定可以开出一片又一片绚丽的花朵。航天梦是我们中国梦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需要一代又一代航天人的接力和努力。未来的青少年呢，就是我们航天梦的传承人和主力军，让我们共同呢传承我们的航天精神，一起逐梦星辰大海。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再见啦！再见。本栏目由高钙美味助力成长的妙可蓝多奶酪棒独家冠名播出。太空到底是什么颜色？我们小朋友如果是画天空的话，一定选那个天蓝色的、深蓝色的这个水彩笔，都会画蓝天。但是我想呢，就是进入比天空更高的这个天空，太空之后，看到的太空一定是另外的颜色吧。在太空看地球，或者说是在太空看太空的时候，我觉得那种美真的非常非常的震撼。很多人跟我说，说你看到第一眼，从太空回望第一眼地球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那种美是震撼心灵的，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地球就像一个有生命的球体一样，我们平常在地面看太空的时候，觉得太空是深蓝色的。对，其实在太空看太空，它也是这种颜色的，只不过它是有多种变幻莫测的颜色。就比如说在光照区的时候，我们看太空它是蓝白的，蓝白色的，但是在阴影区的时候，它就像一个黑丝绒的幕布一样，都非常的美丽。就像我们演播室这个黑丝绒的幕布一样，非常像黑丝绒的幕布，上面有一闪不闪的星星，完全不闪烁的星星挂在黑丝绒的幕布上。只有身临其境才能够感受到那种深邃的迷人的美，对吧？非常的深邃，非常的迷人，非常的震撼。我要用2年时间完成5年计划。因为您是2010年从这个15位候选人当中脱颖而出，就成为了我们的这个预备航天员。当时呢，已经准备完成2012年的航天任务了，但是距离2012年呢，只有2年的时间，一般要准备3到5年。这么短的时间，那么多的这个学习任务、训练任务，是怎么安排时间、怎么完成的呀？其实太空环境应该说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普遍意义上，一名合格的航天员他的成长周期是3到5年，但是因为我们神舟九号任务只给了2年多的时间，所以说他所训练的内容、所学的知识，这是完全不能够减少和改变的。那我们只有把这个时间的宽度给它无限的延伸，就是把1分钟当成2分钟来用。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几乎是加班加点，没有休息日，没有休闲的时间，把所有的时间全部用来参加学习，参加训练，最后要经过同样的考核，成绩合格以后才可以成为具备执行任务的这样的航天员。那其实呢，简单的说就是无限的压缩了自己休息的时间，却无限的延长了学习和训练的时间。 对，飞行员的航天员。那您呢，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空军在河南这个招收的第一批女飞行员，是吧？对。那进入这个飞行学院成为一名空军之后，跟自己想象的是不是有一些差距呢？我觉得差距简直太大了。在我的想象当中，飞行员是一个非常浪漫而且非常帅气的这样的一个职业，每天和蓝天白云为伴。但其实到军校之后，我们接触的第一堂课应该就是军训，或者是怎样成为一名军人，很枯燥，非常的枯燥，而且对身体啊方方面面、心理啊这种考验也是非常大的，和我想象当中的飞行员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没想到经过了那么多艰苦的训练之后呢，成为了合格的飞行员，要从飞行员再到航天员，又经过更加艰苦的训练，是吧？是这样的。欢迎来到快乐大巴，名人大咖、专家爱豆现身说法，为你应和支招。我是航天员刘洋，老播音员红云，邓亚萍，王宏伟，王凯，王楠，平安，江英席，陈一冰，王浩，王丽萍，陈露，卞小珍，程丽莎，袁杰，陈军，张少博，刘媛媛，谢峰，夏波鱼，于贤和，张君英。探讨亲子话题，表达家庭心声，倡导多维视角沟通，引领良好家风传承。参与云视镜，全家一起玩连线互动游戏。央视少儿频道大型融媒体亲子成长节目《快乐大巴》，每周五晚9点，央视少儿频道、央视频《快乐大巴》号同步播出。